好了，跟我的朋友打过招呼之后，我们先要去坐乌篷船了。耶，往码头出发。哇，带大家看一圈，有没有很美？耶，再一圈。我们正在往码头赶。哇，你走路的速度超快的。我平常健走，可是没有白走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好安静的时间。耶、yeah! ！我们到了剑湖了，然后再来就可以去坐船喽。现在就是鼎鼎大名的乌篷船，嘿。乌篷船，哎，乘船处到了，船边就先去穿好，有啊，穿就可以，对，有啊，两个人都来。待会见喽。好了，我们上船了，我们坐上了乌篷船，要到湖的另一边。湖的另一边是什么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到时候看了就知道喽。哇，摇啊摇，摇到外婆桥。哇。刚刚过了外婆桥，然后接着下来，我们要往剑湖走啦。哦，我天哪，超晃，超恐怖！不要那么恐怖啦，你干嘛一直喊乱叫？不是我在摇，不是我在摇，是船本来就会摇。这个船这么长的？耶、yeah ！对啊，那跟无人机差不多了。船，嘿，哇！好了，我们到了，谢谢，谢谢。这就是用脚划的乌篷船，哇，它像踩脚踏车一样哎。对啊，所以它才会一直晃来晃去啊。哎，你好友到了。嗨，你一定不知道这是干嘛的吧？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古纤道啊。古纤道是什么？以前的船要用纤夫纤要拉的船啊，用纤的，就是你上游的时候怎么办呢？哦，原来是这样用的啊。对啊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要走纤道，然后呢，到码头的另外一边去搭大船回城喽。哇，你看到古纤道了吗？歪歪曲曲的，然后整个剑湖。我们走过这条水路就可以到码头了，然后就可以去吃有绍兴酒冰淇淋了。导游导游，你现在去哪里？我们现在去坐船呢、啊、我也缺饮料了。好啊，喝水吧。好啊，来喝水。这个欢迎光临。我们刚刚是坐人力的乌篷船过来这边，回程怎么办呢？没关系，我们有画舫船。
哇，你在整理今天的照片吗？对啊。哇，要不要秀一下你拍的什么？哎、欸，我的好友。哦。弥勒佛，你看这个水上的戏台，有没有美？还有，刚刚有人一直哭着不敢走的水上签到，有没有美吗？看你的自拍呢，我要看你的自拍啊。我的自拍，给你看我的自拍。世界和平。回到码头了，接着我要吃我的红酒冰棒，耶！没看，关了我的红酒冰棒。好了，那下船了之后，我们就到了鲁镇啦。虽然是一个新的古镇，但是看一下吧，也许会有意外的惊喜的。鲁镇主街，小心落水。这是你张伯瑞的最爱哦，这个是什么？酒坛子啊，不是你的最爱。Lina，哇，你今天穿的跟黄酒一样啊？什么？并没有，黄酒不是这个颜色，不是红色，黄酒是咖啡色。还有小鸭子，哪边？在哪里？我怎么飞走了？棒。鲁镇到了，鱼糕，罗汉果熬的，它是止咳化痰、润喉润肺的。止咳化痰、润喉润肺，这个我需要。啊，你买这个多少钱？嗯，12，这个我来买几盒送给大家。哇，润喉清爽。哎，你要这个吗？三个味道。哇哦，谢谢老板。不客气，大家那个，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洪亮的嗓音分给大家吃。冰淇淋吗？有吗？那边冰淇淋。老板，你上去买了什么？我买到黄酒冰淇淋了。嗯，吃起来酒味很重吗？啊，黄酒味道真的蛮重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就逛的差不多了，拜拜。Ha h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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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.